你真係第一次裝啊！你見唔見啊？好靚喎呢個，同埋我覺得嗰個天橋位係好正嘅，係佢可以拍四下。山頂上面打個招呼先啊！ 好多 fans 咧，好多歌手就喺我哋 TV Live 10年前咧，即係例如阿 Phil 啦、Jason 啦，你啲師兄啦，即係哇！即係嗰陣時唱下唱下就越唱越紅㗎啦，所以呢個台要交俾你㗎啦，希望你將來好多機會同山頂上嘅朋友打招呼啊！多謝。咁今次我哋呢個就五音十色嘅 Colour My Life 啦，就希望係你知啊呢兩香港呢個城市好豐富，咁你啲歌曲就非常嘅自然，非常好，即係好多有力量，有好多 energy，例如你其中有首歌啦，世界，就喺 console 度畫咗幅畫啦，嗰首係咩歌嚟㗎？世界已經困我，而我歌唱，好犀利喎！都企喺一個星球上面咁型咁樣。係啊，嗰個星球就係你嘅 planet 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下嗰首歌有幅畫喺度。咁今次呢啲畫就係希望嗱，嗰幅就係啦，無論個世界點痛咧，你都繼續唱，好 positive 嘅。 咁啊，今次呢啲我哋係誒用咗一個義賣嘅，咁就係為呢個音樂以及基金籌款啦。咁呢個基金就係幫助多啲基層嘅小朋友學音樂嘅。好好嘅，因為我覺得音樂對於即係小朋友嘅成長係起到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咁但係我都明白有好多小朋友因為家境嘅問題或者種種嘅原因冇辦法去接觸到音樂，所以係非常好，非常好。咁啊，大家要多啲支持呢個義賣。咁每一幅畫其實得20個 copy， 20個，所以買曬。我知道阿Phil嗰個阿Phil自己已經買咗一個咯，即係得翻19個位咯。係啊，即係啱啱上市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NFT。OK，咁誒，大家都好期待你嘅音樂。係。咁你準備好未啊？我準備好啦，咁啊準備咗幾首，我覺得都幾有力量嘅歌。係，我哋好需要啲 power， 需要music，冇music搞唔掂啊！好啊，好，TV Live需要，俾啲掌聲，聽好嘛，王爺，交個台俾你。 第一首俾大家嘅咧係《輕盈》。呼吸能吹開建築的草。 沉重就跳出精緻的舞畫，沉重就撥開所有積度。
現發上有風，原來世界很多。哇哦，心口我的姿態輕動，感受輕鬆輕鬆作浪。即係用一個輕啲嘅姿態去應對啦。咁點解呢？因為我哋一定會等到天光前。
即係嗰個世界要問我如何歌唱啦。咁其實就係想講咧，呢個世界其實會不斷俾挑戰大家嘅，即係尤其是係呢幾年啦，因為種種嘅事，因為疫情啦，大家其實好多嘢都做唔到，都籠罩住一個陰霾咁樣。咁但係咧，大家只要用一個自己舒服嘅方法去應對咗呢一種痛咧，其實就可以好輕易，都唔係好輕易嘅，可以一齊行落去。所以我會歌唱啦，咁我哋就一齊努力落去。世界已痛吻我，而我歌唱。Okay.